大仙劈卦，显好应。但系一过到90年代中咧，其实连电视个市场又有啲改变啦。咁嗰时又已经开始有小朋友啦，要一路都家庭负担啦。咁胜在太太都帮，好一齐去挨。咁但系都唔够啊，因为个家庭大咗。咁嗰阵时我就衍生，我曾经有人叫我去。揸唔夠開工唔夠揸結婚花車，或者幫人去做下電影嘅道具車，我都有做。咁人我覺得你肯做，你自己一定會有機會嘅。所以嗰、那個過程就咁一路又除咗演員，其實我都有兼其他嘢。咁嗰段時間又再回想自己喎啊！玩了幾十年嘅，其實我不是因為拍電影而係練功夫，而係我喜歡功夫，所以一路由細個由10歲8歲一路鍛鍊噶。咁我就從十個時間一路空閒咗落嚟，我一路練嘢啦。咁啱啱我咁啱，我識一個以前一個大哥成龍嘅影迷，佢咧個日本翻譯咧。佢哋就喺香港教日文，咁佢就話：喂，師傅，其實功夫好多人學嘅喎，咁佢不如我介紹學生你啦。咁我喺90年代中尾咧，其實我係點解就衍生今日點解叫我冼師傅咧？其實唔係我想做師傅，而係咧因為我嗰陣時就開始去啲日本小朋友啊，或者韓國啊，我去佢屋企教功夫。咁啊變咗，我又減少咗去做第二啲即係揸車嗰啲嘢啦。咁因為功夫都係我依行，我自己熟悉或者自己嘅技能，咁一路就又慢慢又轉化教功夫多咗。咁啊，咁嗰個過程咧又令我想起不如，哇！我原來玩咗幾十年嘢，我刀槍劍棍都幾十套，我自己都咩？其實係咪可以依啲都係中國嘅國粹？同埋一好寶貴嘅，喺而家越嚟越少嘅，咁我就不如同翻啲師兄講，我哋就開始搞翻個地方。哦，我定咗一個禮拜有3日去教開班教佢哋咯。咁就變咗喺嗰個90年代中到2000年個年代咧，其實我都喺教學方面咧，即係喺功夫度咧都。一路喺度擺多咗時間，除咗唔拍嘢嘅時間，我全部都有教功夫，同埋啲睇幾小朋友可以由冇到可以去比賽，咁啊對佢哋個身心啊，同埋個身體都強壯咗。